两位确定要离婚吗？确定。婚姻大事，我建议两位回去再好好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们都想了100天了。哎，不不不，105天，这个想好了。想清楚了。你跟我说，你今天要见谁？IT 界的，还是你刚刚进去的珠宝界的？各位美女好啊，刘总，好久不来我们这儿视察了，今天带着各位美女来做什么项目呀？我先给你介绍一重要客户，这位呢是我们甜蜜科技刘总的太太甜蜜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之前啊老听大家提您，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。我听说您之前老管狗的事儿。啊，不是，老关注狗的公益事宜，没错。要我说呀，您这个别老管狗的美容，您没事也来我们这儿美容美容啊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就是荣幸，因为我就是咱们甜蜜科技就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，而且是第一批会员。真的？哎，对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周先生那儿啊，约了下午4点，你呢？啊。行吧，那晚上回家再聊吧。别别别，还聊什么呀？咱们离婚不离家呀？那天我不提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离婚了，离婚了，你干嘛还不搬走啊？哎，这就是我晚上要跟你聊的内容，好吗？你先忙去吧。我建议你尽快的说服周先生开展家族办公室计划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我可以帮你一起做方案，好吧？不用，谢谢啊。